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龙华的拉旺，我们的魔灵召唤克罗尼科战记。OK， 那上期30抽我没抽到嘛，那没抽到就只能再等嘛，做活动，拿召唤券看有没有办法抽到这样。活动有一个月啦，存存看，不然第一天你就想要的话只能氪金嘛，不然就是你运气要很好。我看那个讨论区有人运气不错，30抽有抽到。甚至30都抽到2只的都有，运气真的很好。哦，那我们无氪玩家这个游戏没有办法抽合作啦，你只能看他施舍给你的券，看有没有办法抽得到。他也不能买，能买，但是你要花钱买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玩的活动吧。活动一下子就玩完了、欸，真的，一下就玩完了。好，首先这个东西你去找 NPC 讲个话，大概两位吧，走一下路讲个话，然后就可以去打地下城。地下城就打这一只，什么阿修罗的，哦，什么阿修罗的，阿修罗独角仙，他很弱啦，就是只要新手玩，主要是考虑到新手玩家吧。所以说新手玩家也是可以过，他是那种快速 入场，不用跟人家组队，他就自己帮你匹配，会比较简单。然后过了之后就会拿到这个，这个灵魂，这个灵魂我们可以去，我们可以去那个换道具、换东西，换那个光暗模拟，就无证骑士跟那个 King。好，然后这个打完之后，我们再往下看。这个是登录吗？啊，这个干嘛？我又没有角色。四星哦，好吧，四星就是 King 苦吧，跟那个无证骑士。好，这个是每天会刷新任务，它有那个普通困难，就 Easy 普通困难。我不知道，我一开始先想说是不是三种都要打，我先打 Easy。结果一级打完之后就没了，所以要选困难的。困难的奖励比较丰富，反正简单说就是这个每天会有三个任务，然后每个任务有分难易度，一样是考虑到新手玩家还有老手玩家。那我们是算老玩家了吧，第一天亚洲区国际府开就玩嘛，所以那个 hard 的难度是可以过的，但是要手动就有点难，要手动啊，自动还会输啊。好，这个百施染的英雄们出动吧，这个小活动。那这个就是要换到换那个，就是你的名声嘛，你这边可以拿到名声，我这边可以拿到名声，然后有了名声之后就可以来这边领东西。我不知道领了会消失还是怎样啊，我领领看了、哦、我领领看，我领的。啊，名声没有消失，所以名声是累积的。哦，它会一直累积上去，那就可以领。先领这个嘛，然后之后还会有，它从这边开始爬吧。对啊，这100多咯，100多也跳太快了吧？都100多。哦，这个，哦这个40几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总共有几张召唤券呢？3张。算一下。这也是3张哦，好小气哦，3张，2张，这样加起来是8张，11张，14张，16张，19张，22张，好，这边22张，所以还有22抽。一定是要抽那个杰诺斯跟这只银牙，二郎，这两只是踢银角啊。好，这个可以拿到22张，然后这个我看一下，这边4张，26张，
好，26张，这就每天玩一次就可以了啦，十天就可以全部拿完了。好，英雄协会多换锁，就是你打那个独角仙，它会有灵魂嘛，那就可以换。你先把光安换出来吧，如果你缺的话，就换出来玩一玩。这边有没有？我们现在是不是二十几张啦？26还24啊？忘记了，刚讲完就忘记了，反正二十几张。好像就二十几张，这边有参加就可以了。我记得参加，每天打一下就可以了。我就随便打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又有。假设刚26，然后就30张了。假设啦，我也忘记了，30张。没了，没了，就30张。就是合作前我们先拿到30张，然后这边可能又是30张。如果我刚刚没算错的话。忘记了啦，讲一讲就忘记了。你们可以自己算一下。好像就这样吧，哦，就这样吧。所以还有30张，无氪还有30张，然后看他之后还会不会发福利啊，哦，发福利。先锁福利啊，不要让你抽到啊，先让那个课长抽一抽，然后你被虐过之后，你就好好用，就想要花，就可能想要花。好，那我来换一下那个角色吧，先换光盾吧，光盾有光鸟啊，反正你第一天换一只嘛，第二天又可以换一只。好，无照骑士 ，Moonlight 的，好，来看一下图鉴吧。反正我有嘛，我就来看一下。大家都有，就来看一下。哦，我还有瑞奇哦，光属性瑞奇哦。这个应该要练吧，因为你光属性还是要用。这只是奶妈吗？欸，是哦，它是奶妈哦。强不强不知道欸。哇，完全没变化。它这明明就是假面骑士的那个腰带 Kamen Rider。所以它到底变了没啊？啊，变了变了，看这个才知道它变了。减攻将其击倒有几率。然后无敌挑衅，无敌加挑衅，才七秒哦，有点少哎，因为我那个水猴子你们知道吗？我的水星星跑去哪了？我要看魔灵啊，它是有 bug 啊。切不过去。好，你们看那个水星星哦，他的那个技能，哦，他也是七秒挑衅哦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是练满的。我想说为什么那么短？因为我的是练满的啦，12秒，够久了吧？所以一开始是七秒，这个是破无敌啊。算是功能性吧。所以它应该也是，如果你一直练上去之后，它也是有那个提升效果吧。11秒。我刚刚那一只水星星是12秒的样子啊。然后无敌也是从2秒变4秒。哦。好，这个是哦，会复活，多一条命哦。这么厉害，被动是多一条命哦，这么厉害啊！欸，我前几天在介绍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技能，我就看前面而已。
不知道伤害怎么样欸。那我现在没有资源练啊，我现在我这几天在练那个我的风格里芬啊，风格里芬还没有练好，快了啦，生命气息已经2000多可以练了，先把那个火小仙给练一练，火小仙练一下。哇，没了，资源没了，你看还原需要3000啊，天啊，3000怎么那么多，光鸟这么多吗？我真的是3030哦，我好不容易存了就没了，哭出来啊。反正火小仙练了嘛，然后再来练这一只，这个应该可以一键强化了吧。好，再来是觉醒练一练，技能的话也可以练一练，吃一下这个黑色史莱姆，这个恶魔怪。这是我最近蛮看到人家赶路用的啊，因为可以加速跑好快哦，可以跑路，有些关卡需要移动嘛，移动可以跑路。好，那今天就讲这么多吧。哦，讲这么多，因为没有抽不能玩，没有抽不能玩。就很简单啊，这些活动没有特别难的地方，不怕是可能是考量到新手吧，要吸引新玩家吧。比较难的就是工会啦，工会你就要入大工会啊，我随便打我就退出了，他打不太死我就退出了，他打5分钟我就不想打。这个你要入大工会，然后约定时间大家一起进去打，那才可以挑战。我们这个工会人越来越少啊，大概只剩10来个人上线吧。你看人越来越少嘛，只剩18个人，然后上线的人越来越少，可能都离开了吧，跳去别的工会了。这游戏跳工会蛮快的、啊，可以马上再加入工会。现在没人的，没人的话，那个贡献度都做不完。有时候贡献都做不完，我刚忘了零是不是？这做不完，你就拿不到这个碎片了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咯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